二，一二三。一块块的手工染布，随着徐徐的微风轻柔地飘逸着。大自然植物染料的花布底下，有一群热情的人们，大方地分享他们的欢笑和成果给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。这里是微风市集，在来往纷扰的人潮和车阵中，正绽放着无限的绿色生机。前一天傍晚，有机农王瑞荣已经在田间穿梭，采收明天市集要给消费者的惊喜。一会儿是青椒，一会儿是白茄子，还有像绿色花朵般的高丽菜。才一分两分，那怎么卖？不够人家吃几口啊？采收的数量不多。每一颗蔬果都像是王先生细心养育大的孩子，从出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，他都寥落指掌。这个其实还没有完全转色，不过你这样再不采的话，就很容易坏掉的。这个都日月精华。吸收日月精华，不要看它小小的，这个很重啊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采收，王瑞荣带着满意的笑容，将刚刚采收的成果放在茂盛的荔枝树下乘凉，等待明天一早的市集。采收后的植物会自然产生硝酸盐，如果没有经过一夜的放置，吃进人体会有致癌的疑虑。王瑞荣不仅坚持有机工坊的种植，也把关消费者吃进肚子里的最后一刻，秉持自然健康的原则。清晨六点，天色仍有些灰暗，王瑞荣已经开始忙进忙出，把放置一夜后安全无虞的新鲜蔬果一一搬上车。这些都是宝贝啊，这日月精华，每一颗这样饱满漂亮，跟那些认同的同好、有机同好分享。好，主角上车后，他又到田里一角的花园采花，鲜艳的花朵争奇斗艳地插在瓶子里，花儿们不但赏心悦目，居然还可以食用。这个是茼蒿的花，菊花，还有这个是那个金莲花，都可以吃。两个耳朵，老鼠。好了，走。带着一束美丽的鲜花和好心情，王瑞荣载着亲自种的有机蔬果出发到微风市集。轻轻的微风吹进广场，这里是高雄市妇幼青少年馆的前庭广场。这里没有连锁大卖场的低价大特卖，也没有高级装潢，每一颗番茄，每一根小黄瓜，都有农民对生态健康的执着与期待。哎呀，这条是在讲什么？阿修祥啊，哎，因为那长个另外自己一个人长出来了，他比较孤单呐、啊，所以他长出来比较小啦。对啊。啊，这比较有情趣。其实生命应该是，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，我自己的感觉啦和自己的感悟啦，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，它一定有情绪，一定会受它周遭附近的气氛的，周遭的气氛的影响。
也会影响它的生长。我们人也是受附近受我们的环境和影响，也影响我们的程序嘛。啊，所以你在对待生物、对待植物的过程，我把它当成有生命的，跟人一样的这样子在对待它，的这种心态去从事种植有机。我们刚开始成立的这些农民呢，他们都是基于对我们热爱这一块土地，那对我们友善土地的一个理念，那所聚集在这边，有一个营业额只有几百块的一个市集，演变到现在每个礼拜都有将近200,000的营业额，这一路走来真的是蛮辛苦的。出于爱护生命和土地的心意，小农们舍弃了高收入的惯性农法，采用自然但高风险的有机种植。有机蔬果的售价固然较高，但产量也只能让小农们勉强维生。充斥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背后，是令人动容的坚持。因为之前家里也都是务农，那小时候就说打死我也不做农夫，因为真的很辛苦。之前是一个人，就我们一户人家在自己的社区里面种植有机，哦，可以说是非常孤单。那也被一些亲戚啦、邻居啦，认为说这是小孩子在玩把戏啦，啊，那也不会有什么，作为啦。好，那他们对我在做有机，我一直给他们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我们是带给人们是健康的，那带给这片土地是永续的。我们的收入虽然不是很好哈。但是，身为基督徒的我是觉得，只要我们带给社会是正面的，我想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会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经营有机农业的辛苦，让林宪辉想过要放弃，想过要妥协。然而，让他哭红了眼眶，仍然咬紧牙根撑下去的，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惜和不舍。开始的，两三年几乎都是靠着贷款，好，或者是用保险那边在做循环的这些支付了。那虽然后面稍微又比较好一点了，但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，那孩子越来越大之后，开销也越来越大，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也是想要放弃了，只是因为说自己的付出到这种程度，放弃有点不甘心。那当初的那些理想，我们不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小小挫折就给他放弃掉，所以才又咬着牙继续坚持下来。在微风市集里，每一个小农来自不同的背景，共同的频率是对生命的领悟和对土地的感情。热情地将干净饮食的重要性推广出去，进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我们成长的环境。我父亲他原本都没事嘛，就是。